今天的雨好大呀，是不是？外面天都黑了，你看这个雨怕不怕？这个就叫倾盆大雨。这小家伙想扶着围栏站起来了，拿到了一个小积木。他想掏那个茄子，他掏不到。哇，终于拿到了，好厉害！你这么调皮的吗？嗯，手脏死了，然后摸到他的白裤子上面。给妈妈找事情是不是啊？先生，你吃完了，剩了一点点。看，彤彤已经吃成一个大花猫了。哎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我们现在开始洗刷刷，好不好？现在彤彤已经开始午睡了，趁着他午睡的时候，给他做点猪肉松。这个是我提前泡了水的里脊肉，放了点柠檬片给他去腥。今天的这个肉松做的不是很成功，有一点点失败，出笼率不是特别高，应该就是我第一次打的时候炒得太干了，所以它就只能打出来这个样子，这个估计得过滤一下才能给彤彤吃，下一次的话我就有经验了，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，不要炒得太干了。吃个蒸蛋就准备出门了，今天晚上的话去姐姐家里吃饭。不想吃了，不想吃了就不吃了吧。彤彤今天是小公主，对不对？小公主出发咯，棒棒。你老婆在这边呢。妈妈，你要过去陪一个。你老婆陪我，她傻陪我。你没抱好呢，在那，在那啊！我的手啊，手拿着，手拿着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你有什么用啊？王子明，你说说啊，你什么用啊？不行，我告诉你们就不灵了。对，你要告诉我，马上偷偷告诉我。巴西啊，巴西那个心动。洗呀洗呀洗澡澡，现在洗澡的话就方便很多，因为它能坐稳了。宝宝水少不了，听歌里呀握握手。爸爸，爸爸是不是粗鲁？妈妈急的时候就喊喊我，急的时候就喊妈妈，妈妈啊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妈妈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
以前彤彤喝完奶就是朝我这边睡的，现在喝完奶他就自己背着我一个人去睡去了，估计可能是太热了。现在是9点多钟，我一般的话就是9点钟洗完澡就带他睡觉，让他早一点睡，养成好的习惯。